什么？啾啾竟然可以自己制作魔方球？今天一大早，本来呢我想去做个魔方球去抓啾啾的，然后竟然发现啾啾也在这里制作魔方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以后岂不是不用自己做魔方球了？而且啾啾自己能做魔方球，那他能不能还会捕捉啾啾呢？